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手中这台997的13 Pro Max 的绿色，是帮广西的一位粉丝拿到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的电池效率是100%的效率。这台机器阿台在市场也做了一些简单的检测，等一下拿到工作室再做一个全面的检测，然后给小伙伴来录一个解锁的教程。eSIM 我已经帮他开好了，ATT 的 eSIM。这么看好，所以我们直接来帮他解锁一下。卡片拿掉，然后我们直接把卡槽取掉。因为这种单卡的机器，我们都开了 eSIM 比较好解锁。单独装卡，单独装卡之后，手机会跳激活，它会读到两张卡，因为一张是我们的卡嘛，一张是 eSIM。我们直接点继续。到 SIM 卡无效，直接拔卡，拔完卡直接装卡贴，卡贴的缺角对着这个卡槽的缺角放进去一端，然后直接装卡，这边折过来之后，直接插入手机，插入手机之后我们点这个，插入手机之后我们等它跳这个卡贴程序，然后选那个 eSIM 解锁模式。这个是 ATT 代码，我们选择 ATT5G 接受。只要运营商没有选错，只要运营商选对，我们在这个页面等着，它会自动跳到桌面。我们等它来一下信号。好，已经来信号了。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关于本机，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蜂窝网络，因为这个195的是我们的号码，所以我们把上面设置成我们的号，然后把这个默认拨号设置成我们的号，然后再把我们的号漫游打开就好了。这时候是已经解锁好了。新奇我服们先务，试一下打电向话，按连接，欢迎致电中国移。打电话没有问题，我们再试一下上网，把 WiFi 关掉，试一下上网，上网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算解好了。4000出头，我们就能搞定一台13 Pro Max 128G 的，小伙伴觉得价格怎么样？今天的视频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